你们聚会地方也在附近啊？差不多吧，他们要去唱歌，我没兴趣。那我们去哪儿啊？看电影。这不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跟这女主过不去。哦，我对贵圈不太了解。那这个呢？这个电影挺不错的。但是我跟你说呀，这个男主刚跟他女朋友分手，他女朋友是我好闺蜜，电影再好看我也不能背叛闺蜜啊。你选吧。哎，有一个动画片好像是重映的啊，是有过道的位置，指纹来一下。我们得快点走，还有15分钟。我们分开走，别回头看，有人跟着我们。哎，快点快点。你取票先进去。好像一局就是2张啊，你怎么进来？取票后我跟你说。会被人拿走了吧？看个电影简直像在演谍战片。不好意思，这里有人吗？我在车上捡了张电影票。没有。直播还真是火呀！如果我还没出道的话，也想当一个主播，唱唱歌、打打游戏什么的。打游戏，你？当然了，我之前水平差是因为演戏忙，没有好好打。如果我真的当一个职业主播的话，我肯定会好好练习的。啊，不能光唱歌啊，业务实在是太难掉了。我还可以教大家美妆搭配。还有瑜伽，哎呀，这么一想，我真的好多才多艺，肯定会红的。哎呀，周颖也没有开始直播呢。你现在对职业选手很了解了？还不是因为你带我看职业比赛，我都成为好几个选手粉丝了。周颖、夏雪，长相都不错。你别侮辱我好吗？人家那是因为打得好，凑巧长得好看。啊，开始了。
两箱是吗？你们看不腻吗？好啊。其实你也可以打电竞吧，肯定会比他们火。孙尚香就是我的本命英雄了，大家都已经很了解了。电竞对年龄要求很高的，你觉得他们几岁？二十几岁啊。你在看的这个是吧？比我小十一岁。不是十二吗？我二十九，下个月生日。最近其实我在尝试他的电刀流打法。严谨。就这样的话，其实他的曹帅续航能力是要比之前强，但是爆发力没有之前那么强。对手太弱了，还是比赛好看。哎，过几天有四强比赛，要不我们去现场看吧？这个比赛场馆好像不是很大，你不怕被发现？是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来猜一下下一场下雪还会不会用孙尚香？如果用，我们就去；不用，我们就不去，好吧？可能是过热保护了。上次你骗我来修净化器，说家里有全套工具，是吗？什么的真伤感情，打游戏的事情怎么能说骗呢？演，那我可是专业的。你真的会修这个呀？试试。李导那边改时间了，改成今天下午了。我去接你，带了化妆师、造型师，你准备一下啊。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。那这个板要换掉吗？换太贵，修一修吧。你搞航天的还会这个呀？这个是最基础的，航天是系统工程，各方面都要懂一点。我要是去焊接，也是个一流工人。学生还是和高中时候一样自立啊？跟你说，李导改行程了，晚上就要回北京，我们改成今天下午见面了。你看见了吗？我没有看微信啊。你说几点？3:30，我和化妆师、造型师已经在你楼下了，这就上来啊。